1:50的时候地震一发生，我们在12点钟，我们这个应变中心已经全员召回。那12:10的时候呢，急诊部已经启动大量伤患的应变。那事实上这些的流程我们在每一年都会演练，我们就担心有这么一天会发生。啊，花莲尤其是医院呢，是守护生命最后的磐石，尤其在灾难来的时候，那有这么好的建筑啊，我们就非常安心的在里头救灾救难。这一回花莲的大地震，看见呐、啊。医疗发挥到了很高的功效啊，即使分秒的抢救了，所以一直这几天来一直都想着，都是感恩，感恩呢几十年前的一个动念，花莲需要医疗，需要有个即刻可以抢救生命，可以应当地呢这个地方的人所需要，守护生命，守护健康，守护爱，医疗系统是必要。而且很需要，所以在自不量力之下，重重困难，终于呢把医疗系统建设起来，就是看到了现在，会想到了几十年前的当初，虽然看到了贫病人呐、啊，求医无门，才会有义诊所，因为义诊所才知道呢，这建院的必要，这总是呢一层层的不断的回忆了过去，好、哦，这一回啦。虽然我来花莲呐、啊，也将近60年的时间，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活跃的频率这么高的地震，所以啊，现在哈、哦、碰到的，对花莲要有信心。其实地震哪里都会有，那我们这一回呢，真正的用感恩心来面对这一回的地震，许多可感恩的，我常常都说，我们时常都要培养一个善解的心态，要善解啦，凡事要往好的方向去想，这样的七级的强震，花莲大致上啊，还是都算是平安啦、啊。所以啦，我们要说，真的是要善解，同时要感恩平安。那只要居民都要感恩呐、啊。包括我们都是居民，都是感恩善解，所以在我更感恩的人更多，因为呢第一个时间所感恩的就是医疗的动员，当这么在很摇晃的时候，院长的电话中就跟我说，我们的同仁都冲出来了，都往急诊方面跑，那就是第一个时间心里就挂念的急诊的病患，这救护车到了，
急救推车里，医师呢跳上去了，就边急救压了，还有一直呢在推的，这种分秒分秒都在抢救生命，这真的名副其实抢救精神。大家不顾一切跑进来，来发挥这一份抢救生命，而且很多我们的同仁都投入了安抚，这种减伤安抚啦，医疗展开，这都是很快速，所以感恩。每一次看到这样的画面，总是呢心心念念都是感恩啦。再来的感恩是慈济人，人人家同样呢都是受灾，他们的灾总是里面呢、都是呢家具都有卡不起，天气好冷，他们跑出来第一个念头也是呢往灾区跑，快速的是投入了重灾区去，去关心去关怀。天气之寒冷，我们精舍的师父们啊即刻开始就动起来准备了，就是天气很冷，姜汤热汤等等什么都做，这都是呢核心这一波的紧急救援抢救，也都是机会的教育。面对着生命的挣扎，面对着紧急的非常时机，我们要如何面对，这都是很重要。各位大医王与菩萨们，我们大家现在都是呢已经生命以最需要关键的时刻有接触了，同时呢也发挥到了生命的价值，所以很令人感动，也是呢不要忘记的经验。是啊，虽然呐灾难呢是很可怕，期待都没有，一旦呐、大自然的这样的法则这样的循环在大地上啊都会有这样的四大。从佛教的道理来分析，从自然科学来说，这种地震呢也都是自然的法则之一啊，这叫做四大，地水火风叫做四大。四大是人类少不了，人类呢要依靠大地而生活，人类不能没有水，这水也是人类的大生命，所以人类不能没有水，那人类更没不能没有太阳，不能没有阳光，那更不能没有空气风，所以这叫做四大，大自然的四大因素。但是它其中有一大不调，那就是会有灾难。全球大地啦的四大不调，哪一个国家有灾难，哪一个国家哦等等，这都是我们平常面对的。我也会时常对
慈善工作者的年轻人提起，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，任何一个国家的灾情等等，也要把它当成了经验学习。虽然我们不希望，可是我们人生在世间里，生命的价值就是要发挥在当需要的时候，你的生命跟需要的方向有互动上了，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。所以平安，大家人要有信心，不过时常要虔诚，我们尊重生命，抢救生命，虔诚面对这样的时间，发挥我们生命的价值。